爱情想法秘诀，就不断的一直跑，一直跑。爱丁来啦，大家彼此忍耐彼此。哦，我要送他们什么话？什么百年好合啊？什么无聊？百年好合有什么好说的？我送他八个字：相濡以沫，莫忘初衷。相信新人一定会收到这满满祝福。萧敬腾与经纪人 Summer 爱情长跑多年，终于修成正果，举行世纪婚礼。许多演艺圈前辈及好友纷纷到场送上祝福，而贾静雯、修杰楷的三位宝贝女儿更是担任干妈婚宴的小花童。你们怎么出现了？欸、你要来吗？好，那你们来拍照。我免俗问一下，今天特别准备了什么？要不要聊一下？特别准备了什么？心意的部分。哦，当然了。有，满满的祝福跟满满的。就是厚重的，厚重的，然后把三位家的宝贝交给他们，出动哎，对，因为三个干妈希望能够看到他们。林长跑秘诀要不要聊一下？毕竟你爱情长跑秘诀，我不知道，爸爸，爱情长跑秘诀就不断的一直跑，一直跑就对了，不断一直怎样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对。爱丁来啦，大家彼此忍耐彼此。不过你们算是这个结婚的，你们算前辈哈。我们算 对，但我们还没办婚礼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见习吗？你顺便看一看场地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台北婚礼，台北场。开玩笑的啦。言下之意是接下来啊？没有，他们已经结了。没有啦，因为就是我也是刚办完自己的婚礼嘛，然后又结，比如说婚礼完之后的第一个婚礼，然后又。可以刚好来又沾一次喜气，然后就开玩笑，明道看到我就说，哎，这是你的台北场吗？一直以来他们都非常的低调，爱的火热却要装作若无其事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，连我们自己人都不好意思问。那我要送他们什么话？什么百年好合啊？什么无聊？百年好合有什么好说的？我送他八个字：相濡以沫。莫忘初衷。那我跟方呢，我们都是婚姻过来人啊。我三十几年，他也三十年了，所以我想32。他32，我们现在比长的吗？你好，最重要的我觉得婚姻是一门这个真的很深的学问。那当然，我们看到老萧跟 Summer 这一段路心路历程，我们真的都看在眼里，我们当深深的祝福。有了前辈及好友的祝福以及爱情长跑的分享，两人一定能长长久久幸福迈入人生新阶段。完全娱乐采访报道。